看就更美完美了。臭狗熊，这回你们死定了。行动，哎，姨娘咋走了？
往上爬，不是往哇下拽。啥？往下拽？这咋回事？谁这么大胆？金刚把我关起来，汉本王怎么收拾你？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是啥呀？光头强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……哎，是图图，不是光头强，是图图。图图，图图，这边，图图，图图，这边，这边，你来了就太好了，快想个办法把俺们救出去吧！熊大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俺是熊二。嘿嘿，又记错了。行了，俺不怪你了，俺们被光头强的陷阱给困住了，你快想个办法把俺们救出去吧。那我怎么救你们出去啊？去那边的树洞，就是那个方向，找熊大，他一定会有一个办法把俺们救出去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来办吧。快去快回，光头强找熊大陷阱，光头强找熊大陷阱。哎，希望他的健忘症可别犯。光头强找熊大，光头强陷阱找熊大，光头强陷阱找熊大。哎，谁在外头喊呀？我叫光头强，我叫光头强。图图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是图图？你是谁呀？俺是熊大，你是图图。啊哈哈，我是图图。想起来了，熊二他们被困在熊大的陷阱里，我要去找光头强去救他们。啥？俺就是熊大，熊二是我的弟弟，俺咋会给他设陷阱呢？啊哈，晕了。等等，你应该咋说？熊光头强的陷阱把熊二给困住了。啊，答对了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健忘的猫头鹰啊，你差点毁了大事，快快快带俺去找他们。我不是个猫头鹰，我是会飞的猫。哎，喂，你兄弟怎么还不来？他不是不敢来了吧？哎呀，你就不能安静会吗？熊大一定会来的。喂，你是怎么跟国王说话的？什么国王不国王？熊二，你在哪儿？熊大，你终于来了。森林里到处都是陷阱，俺刚才差点中招了。快想个办法把俺们救出去吧。这咋办呢？这是有办法。熊大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看俺的。哈哈哈，自由了。俺说啥来着？熊大一定会救俺们出去的。看，是图图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图图怎么会有事呢？你们快点离开呀，我看到光头强正朝这边过来了。光头强，熊大，俺们快跑吧。光头强有办法了。奇怪了，一路上的陷阱都被触动过了，怎么一个动物都到的？这是什么回事？
慢走了，让他一个人在这儿享受他的陷阱。臭狗熊，我一定要抓到你们！小心，别让人将我给记住。